大家好，这里是墨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化妆镜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从上的进度开始。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它瞬间我有点搞不懂。好，我们上次就来到那个舞会的地方。我急需你帮忙，拜托。我可以怎么帮你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上周二赢的王国摸彩，女王给我的一枚闪亮金币，等下大哥，可以用来投机旁边的那台机器，但是我没有手，办不到这件事啊。嘿，所以你希望由我来代劳吗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就把金币藏在我的椰子下面。这个吗？哎，对，哎，就是那个，快点把它投进去，我想看看我会拿到什么奖品。要投吗？要投吗？如果不投，它会不会？好了，投了。啊，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？哎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看看，得到了花俏的蝴蝶结。哎，是蝴蝶结呢。蝴蝶结真很可爱啊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是喜欢，但是我是男生，我可能不适合戴这个。就这样，很抱歉，麻烦你小姐，看来我还是得不到我的奖品啊。是你说的，你当然可以讲就好了。你看你戴起来很可爱哦，南瓜先生。哎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哎，真的吗？但是这里没有镜子，我看不到啊。我的借你。哇，闪亮亮的。好了，看完了，看够了，看够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真的挺好看的，谢谢你小姐，别客气，南瓜先生，就这样啊。好吧，这里感觉就是要解锁谜。这房间有许多惊喜在等着你哦。可是守住了，一二三四，不要，五六七。四可以开耶，我全都挡好了。你去看看看。你好啊，小丑，想不想跟我玩个游戏啊？什么游戏啊？原来它只是重复，好吧。答对最后一道题，你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哦。如果遇到任何困难，不要犹豫，马上去问团长吧。玛蒂亚斯在他自己的葬礼上看着他的父亲、母亲以及哥哥，还有两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，在开启的棺木附近聚拢着。好。所以呢，每个盒内都为你准备一道谜题，但其中一题是没有答案的哦，请努力地思考并充满机智地将谜题解开。答对了就继续前进，要是答错三次，可没有第十次的机会咯。好，所以呢，有多少人在玛蒂亚斯的葬礼里呢？吼，我当然不在里面。玛蒂亚斯在他自己的葬礼，所以玛蒂亚斯他死了。他看着他的父亲、母亲以及哥哥，还有两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所以父亲、母亲、哥哥还有两个，那不是五个人吗？那怎么去猜？去问问题 ，OK， 不是去问问题，去问那个宝箱上面的数字。
那我等下去开看看是不是啊？我看一下，玛蒂亚是他在他自己的葬礼上哎，所以要叫他自己哦。对，你真聪明不是吗？那么下一题，我陈三度被玛丽戳疼了双眼，又陈三度被玛丽搞得泪流满面。现在请你告诉我，小女孩，你觉得我希望她去死多少遍？她陈三度，我陈三度被玛丽戳疼了双眼，但又三度被玛丽搞得泪流满面。总共六次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提示。别想太多，具体没那么复杂。所以是三次啊。正确。那么下一题咯。它既是蓝又是红，既是绿又是黄，没能碰得着，即便它是女王。我讨厌那些卑鄙的绿色矮精灵。我听说在这道谜题的尽头处有份巨大的财富等着你。啊？它既是蓝又是红，既是绿又是黄。不懂欸。糟糕。小蠢蛋，不搞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啊，一定要拆完了。我想一下，他讨厌那些绿色的矮精灵，绿色。即便她是女王，我觉得不是一二就是七了，因为只剩下这三个。吓我一跳，得到南瓜视频，果然这里也有。即便她是女王，真的啊！凯瑟琳和瓦伦蒂娜都生于9月12日，一个神秘如月，一个暴躁如雷。瓦伦蒂娜两岁时，凯瑟琳是她岁数的两倍，二分之一倍，所以说。他两岁，凯瑟琳是一岁。之后过了几年的动荡，他十岁了，想起他的妹妹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凯瑟琳现在和我相差几岁？二分之一倍，二分之一倍，差一岁啊！将烘烤的五盘料理摆在窗边放凉后，伊丽莎白太太便出城采买香脂和蛋断奶去了。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她不在的这段期间，一个强盗跑来吃掉其中两盘，又有一只流浪狗吃掉剩下的其中一盘。伊丽莎白太太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个灾难，请问在那个糟糕里还留下了多少盘？原来不是啊，所以他要重做了多少精致的料理，所以我没办法补血哦。好吧，他烤好了五盘之后，强盗吃了两盘，所以剩三嘛。他说又吃了其中的一盘，所以剩二。请问在那个糟糕的日子里还留下了多少盘？这个吗？
哎，等一下哦，他想要做什么花样的菜肴呢？他要重做多少精致的料理？所以他要重做，所以总共五盘。书架上有两本书，一本上下颠倒，一本左右反放。放反告诉我，小女孩，两本书的第一页的书量合计是多少？我怎么知道？一本上下颠倒，一本左右反放。上下颠倒，等等，146，你猜对了吗？为什么？一本上下颠倒，一本左右反放，两页啊，是吗？我真的猜对啊！明月照耀的晚上，我们的爱如花绽放。心未衰退之时，悄悄我以毒物毒吻暗访，沿着你的身子，而我恣意攀上。沐浴在降临的黑暗，我掘着你的坟，安息最后的告别，渴望着你的人。如宫的善弦月迎来我的惩戒，徘徊于天堂地狱之间，不只是一整夜。毫无春个档，你觉得我一定会猜错？看一下提示，这题很难对吧？试着回想先前的谜题吧，一定可以找到什么。真是灿烂的故事，好，那我先想啊。明月照耀的晚上，我们的爱如花绽放。但是星月衰退的时候，悄悄我以毒吻暗访，沿着你的身子，而我执意攀上。沐浴在降临的黑暗，我掘着你的坟，安息最后的告别，渴望着你的人。这个吗？答对喽，就是最后一题了，居然答对了。我是如此的无所不能，穿门而过是我的技能。这里耸立着许多扭曲的厅门，但请别害怕，将我纳入手中，我的女孩，轻轻地将我握在手中，我将离开施加在你身上的妨碍。好，完蛋，要直接选 key 吗？做得好，小姐，你真是聪明的小女孩。说得好，这是给你的奖励哦。哇，我竟然猜对了，谢谢你，教授先生。太快了。哦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它是我前天在地上捡回来的。就这样，给你一个关于今后的小提示：做人要亲切友善，待人要充满关爱，因为你之后遇到的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行，什么？哎？我还为你准备了另一道的谜题，想听吗？好哇。什么东西不拿好就会碎掉？我对不起，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想。别担心，小女孩，谜题的答案不在我这里，而是在你身上。小丑先生，是我的镜子吗？感觉在讲我的化妆镜。OK， 这边的谜题解决了，拿到了一把钥匙。系有洋红色丝带缎带的金黄色钥匙。是要去哪呢？锁住了，所以这边不能开。不行，好吧，这里不行。因为我们要去帮这个兔子小姐啊，那我不晓得要怎么做。
他没救。那我们到下面的房间看一下，有什么改变吗？哦，我们要找一颗南瓜。那这里有啊，虽然它躲起来了。哦，没有，它已经被雕刻了。哎，那现在要做什么？对，他这个狐狸小姐，她不愿意告诉我。哦，他这个兔子喜欢狐狸小姐。你需要我帮你，好吧？那我们再重新调查过一遍好了。南瓜纸布，那我们去哪里找没有被雕刻啊？这里。女王往我身上倒满的潘去酒，是不是很好笑啊？你还好吧？好，你是在问我好不好吗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快活过。我发誓，只要你把我扔出窗外，我就会飞起来。还是不要比较好吧。谁不能拿？哦，现在应该也是被雕刻过的。其实他这样讲，原来这边有另外一道门呢、啊，真是可以用吗？哦，可以啦，真是的，耗到了那么多圈。你听到那些传闻了吗？他们说狐狸小姐因为之前发生那些事情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哼，我超爱悲剧收场的故事啦，这种话也太过分了吧？我稍微把那个窗户关一下，因为现在下着大雨。哦，这里有点危险。他们每次换衣服的时候，总是叫我转来转去的，真不公平。这件衣服感觉有点眼熟呢。诶，它是腾空吗？我竟然穿过去了。得到了南瓜饰品。镜面在浮动，那我们从第一个进去好了，照顺序。蛮奇怪的，莫名其妙就进去这些奇奇怪怪的。哦，好，我不去了。女王来了，我却只能在便秘，好讨厌。一样的对话，好，去吧。应该变得不一样哦。处决？谁要被处决啊？啊，门锁住了哈，是我没有往前了吗？就是讲那个兔子先生和狐狸小姐的那一场。感谢你们来参加这个特别的典礼，你们都为我献上最好的舞了。但是你们也知道，只有一对组合能够被我选为最佳的舞者，而其他落选的人则全部都要接受处决。处决？你太残忍了吧！是谁敢胆打断我说话？哦，我只是安静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来我典礼是想要做什么？我只是在找某样东西。好，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啊？我在找。这样啊，那可真不幸。先坐下来吧，
等这集典礼结束之后，我就让你去找吧。谢谢你。我对这里有印象，螺旋式之瓦生会死掉。就算不能胜利，我们的爱也是永恒不变的，让我们同生共死吧。这只实在是太残酷了，我们尽尽了巨大的努力，却还是赢不过他们。你们两位是，如果无法获胜，那我们也失去活着的意义了。我甘愿接受处罚。我们真的很紧张，小姐，希望你能为我们打气。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，我们的怨念会缠着他们到直到永远。现在我将宣布获胜的组合，胜利者是兔子先生和狐狸小姐。对啊，他们最后获胜，可是最后就被人家陷害。恭喜你们获胜了，你们可以站到旁边去了。至于其他的输家，你们全应该都被处死。他不能就这样杀害所有的人吧？士兵，你也对。等等，永别了，仆人们。你们都已经尽好你们的本分了，不，现在都解决了，该是喝茶的时间了。至于你，离开之前记得把这清干净，知道吗？要不然，我知道了。他走路好吵啊，好久。被切断的狐狸手臂，他们的身体十分虎裂，他们的表情永远凝固在史前惊恐的前一刻。漆黑的液体慢慢从舞者的伤口渗出，染开了他们曾经闪亮的毛皮。我可以做吗？获得了被切断兔子的双腿，他们的四肢啊一样。兔子的身体好恐怖，有全部取得吗？手臂、身体、双腿没有啊。可是我觉得我这样还不够，多调查几遍。不行啊，一好吧，守住了。那我这边调查仔细一下，他们好 ，OK。那么回去吧。我们先去存个档好了，之后再去下个点，因为我怕到时候途中不小心死亡了就麻烦了。是走超过。先拿去给他们啊，我以为可以去第二个了，那就先去吧。身体是兔子身体。对不起，兔子先生，我目前只找到这些，这已经很足够了，亲爱的，谢谢你的帮忙。
哎，好，我们先这样子，因为我不确定，可能还要再找别的地方吧。